年节也过完了，今天整点羊蝎子，晚上老妈炖上。再搁点大萝卜里头好。行，你是掌勺的，你说了算，你说搁啥就搁啥。妈，我搁哪剁呀？哎呀妈！你会剁吗？这活都没干过。这羊蝎子洗完了，老妈说给它焯一下水。这一锅焯不下呀，焯两锅，搁这葱姜料酒，撇撇沫子。这羊蝎子这沫真多呀，焯好的羊蝎子再给它洗一遍，一会儿就下锅。锅热了，我把这葱姜、辣椒、花椒倒里边。焯好的羊蝎子。香味，来点生抽老抽，添着热水，还来点黄油，放点白糖，来，先电锅烧一个开，完了再往里放萝卜，先腌。老弟来吃草莓了，妈呢？妈出去了，那整顿也保人呢。又到了一年一度吃草莓的季节，现在拼多多水果试吃专场，这是我抢到的3斤丹东特级草莓礼盒，刚新鲜采摘的，尤其是这种特级草莓，个大饱满，色泽红润，甘甜多汁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多抢了好几份，给大家分着尝一下，新不新鲜，好吃不？是不错，挺甜的，怎么想的？想着大家都尝尝，趁官方与果农合作扶持农产品，我抢先锁定了10000份特级礼盒，都是人工挑选，原产地现宰现发，填个收货地址的事儿，就有机会抢到这满满3斤丹东草莓，全都冷链锁鲜。做了新的试吃链接，置顶在我的评论区了，点开能看到链接，就说明还有试吃名额，早点实现草莓自由，这一波赶紧冲，快点点。萝卜下去。搁点盐，盖上锅，再烧出火来。过了正月15，这年就算过完了，把这彩灯啥的都摘下来，正好他回来了，然后和老弟俩一起整。我老婶家这更长，好几百米，300米，来年还能用。老婶那好瘦，来年的时候我回来早点回来，只能接上。这头呢？舌头还能接上吗？能接上。都给它装起来，然后来年还能用，搁下屋里头。搁哪儿？搁这儿就不还是行了。下葱花，再炒一下就吃饭。火腿肠，那是什么瓜？角瓜。角瓜肠炒角瓜，放点生抽。再放点黄油。放点蒜末，煮锅。让儿子来端菜了呀，儿子。张他儿子呢？连汤带水的。哎妈，这家真有羊膻味儿。羊肉吗？它能不膻吗？真膻。它咋吃啊？这没有啥呀，上面搁嘴吃呗。你鼓呢？这玩意儿蒸火锅好吃。嗯，哪儿羊蝎火锅是吧？嗯，羊脖子。青锅。它这一锅骨长得像蝎子，咱就叫羊蝎子，是吧？是这么回事吗？是。啥呀？像蝎子？不是吗？啥是蝎子？你这一长条骨子像蝎子不行，就叫羊蝎子。是吗？就这么来的吗？我活这么大岁数，我都没吃过啥叫，我不知道啥叫羊蝎子。这个词儿，我估计也是就是这两年。你别说整羊蝎子，啥是羊蝎子呢？就吃吧，跟羊肉一个味儿。能吃羊肉，就能吃这玩意儿。我属羊的，我。我属马的，我就吃马肉。那好玩儿，这属猪，他一辈子吃猪肉啊。说话可气人了，不讲理。